何感，拜托别的一句相见恨晚，回不了头的人生那边是岸，这入黑难道你要陪我走一段，一个守着规矩叫人暗算，一个想要忘又不出栏，听过的道理千千万，却犯了迷糊试图是要猜不穿，想不通明明装得够自然，曾连笑都婉转，刚才很没伦对，转眼坐立不安，敞开心有多难，或许那不敢误解的情感江玉朵，我是陈克。你脑子又不正常，我是陈克，我是陈克，你现在马上过来，江玉朵在我家，他三哥怎么了？啊，他晕过去了。啊，我跟他打了一架。是他打了你吧？我马上过来。放心，江玉朵只是晕过去了。那个克哥，你眼睛没事吧？要不要去看看呀？我开了车。好点了，他经常这样吗？他认错人了，他已经好几年没这么认错人了。认错人？三哥，三哥，你怎么样啊？那个，我刚才劲儿可能使大了，你的手脱臼了。你还伤着哪儿了？没有，我把陈庆的号码发给你了。以后你的房租他来收，有什么事情东西要修要换，叫他就好。江雨朵总这样吗？啥样啊？别装傻，我今天一大早就被他揍一顿，总得知道为什么吧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认错人了。他以前也误打过我一次。为什么？哪有为什么呀？他每天都绷着神经，总说如果有危险被发现的话就惨了。也许是太紧张了，就会误伤呗。他会有什么危险啊？难道是他说的他们吗？不知道，
他们是什么人？你见过吗？那些跟踪他的人？没有。你从来都没有看到过有人跟踪他，那为什么会相信他会有危险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江宇铎他是不是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啊？哎，我看你才有神经病呢。不是神经病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才认识他多久啊？我认识他多少年了？你这倒好啊，张嘴一句神经病就这么轻松？你骂谁呢你？三哥拿你当朋友，怕你出事儿，一路护着你，你背地里这么看他？你知道他下手有多重？我就是把他当朋友才会问你，要是别人，我才不管这么多呢。我这条命就是三哥救的。他这么聪明谨慎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你说的那样？小时候我总被欺负，比我大点的混混逮着我就是打。但那天他们玩过火了，拿块石头拴我身上，把我扔到水里。我去，不怕出人命吗？那后来是江宇铎救了你？是啊，他那时候才13岁，就这么镇定机灵，这是我最佩服他的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？第二点就是我第一次见过人这么能憋气的，我从那次起就认定这个老大了。哎，三哥是我见过最有范儿的老大。好了，你没事那我走了。但有句话我还得说，三哥没病，他要真有病，这片的人还能听他的吗？走了。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喂，许丁。怎么了？什么？小雨这丫头还是个当红 UP 主啊。你现在都成网红了，有几个合作邀请已经找上门，我这边随时准备 OK， 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当然愿意了，我以前只是个玩家，没想到落魄的时候沙画还能成为职业。那好，我回头让助理把拍摄活动方案全部发给你。小柯，其实沙画还能成为你的事业，我正在筹备一个艺术主题餐厅，你愿不愿意加入？一个沙画主题餐厅，艺术方面的事情由你再合适不过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喂，老三，是我。哦，倩倩，你这声音怎么了？跟输了300万似的。我没事儿，倩姐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小事儿，那个我妈来这儿探亲几天，老太太住不惯酒店，我想啊，只能委屈你挪个地儿了。哎，住酒店的钱我回头补给你啊。哪的话呀，这屋还是你借我住的，我这就收拾一下。老太太过来有啥要添的东西没？你这客栈小子还挺周到啊。就添个取暖器吧，等老太太走了你自己留着用啊，谢了啊。喂，傻狗，你给我吐出来。喂，陈庆，我想把猫放你家几天。哦，你妈猫毛过敏，那我换个人。喂，大兵，我想把猫啊，你家有狼狗啊？绝对不行。真麻烦。
你走下楼。江雨朵，旁边是谁啊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怎么想在更亮堂的地方丢人？别的人我不管，但刚那个，再让我江雨朵发现你和你的小伙伴在跟着他，谁也别想站着走出这条街。江雨朵，你等着瞧！这么巧啊，出来买什么呢？哦，啊，你也在啊？我刚好出来，给千姐她老妈买取暖器。最近降温了，怕老太太搬来我那儿冷。那你住哪儿啊？住酒店呗，就是带着猫不太方便。那不嫌弃的话，到我那儿凑合几天。哦，刚才只是赶了个小偷，你别着急着谢我。哦，随你吧，我就是看在你为猫着想的份上。喂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先说好啊，那几天房租我可是要照收的。你看，地段良好，采光绝佳，到了晚上这一带就是小资文青聚集地，怎么样？嗯，拿下这个地段的商铺，大手笔啊，许丁。你看起来挺满意的嘛，那装修的事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包在我身上。陈克，你当个网红都带起贴身护卫了。江雨朵帮我赶跑了小偷。日行一善，还带有猫奴。哦，划算。小家伙才来几天就得寸进尺了，嗯，所以就叫小寸，猫如其名嘛。嗯，这个是明天沙画要用的图纸，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拍摄现场。嗯，其实你一点也不废物，就算是垃圾也是放错地方的资源。你这什么破比喻啊？我是想说，可惜你投胎在豪门，有个挖坑的老爸，还有个把你往坑里踹的弟弟，看来大少爷的日子也不好过啊。我一直想走出家门，只是自己没有这个勇气。其实我现在感觉还挺不错的，至少比我第一次见你捡垃圾那会儿光鲜多了。能靠自己喜欢的事情独立，的确光鲜多了。还真挺讲究啊。哎，陈哥陈哥，看我带谁来了，都是你的骨灰级粉丝。你们也来了，这搞得跟追星似的。大家辛苦了，等一会儿我亲自看一下片子。发挥不错啊，程先生。刚装修师傅给我发消息，说马上要挑材料了，你陪我去学学，回头请你吃寿喜锅。你今天跑得太快了，出来聚聚吧，给你组了个粉丝见面会。又是小雨那丫头整的吧？在粉丝社交上勤快点，增加曝光度对往后发展有好处。就在类似酒吧，老地方。又跑装修又搞活动，网红真是不好当啊。去见许丁和小雨他们，我自个儿去就好。那酒吧就在这附近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在家待着，等我回来。那你自己小心啊。
青，出来，带我去一个地方。你在家待着，等我回来。嘿，可给我找着了，嘿，可个会玩啊！三哥，不进去啊？我怕进去碰上他，我不想让他觉得自己出来喝个酒还被我跟着。要是克哥在里面碰上八撇什么的，咱们在这儿也帮不上忙呀。哎，你保护他呢，还不能让他知道，这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三哥，我在外头接你啊。我算是倒了霉了。我跟你们说，那天有个混混挡了我的财路，这都几天没进账了。你们记住了，那个没风有道疤的家伙，自称什么江祖国，不就是个混混，嚣张什么？什么情况？突然跌倒，有人经过看一眼就走掉，肚皮空空，踩痛了脚，想不出要多倒霉才算更糟。什么情况？小心肝动动跳，茂盛大字典说他不知道，脑袋冒出千个问号，飘到嘴边只剩一句笑。有火头们混个说声请多关照，却有种离不开的预兆，风雨再多只有一个依靠，就变得没什么大不了。